下面就说一下这个底。底的分布啊，这个应该说叫北底吧，是吧？北底分布应该是在这个华夏以北，是但是实际上也不一定，例如说今天在这个陕西这个东部，陕西东部这一带的是吧？它就有这个狄人，有这个狄。还有啊，在这个河北这个北部的是吧？中部是吧？也有这个狄。还有啊，就是说，还有叫这个古人那个春秋时候有这个狄，还分两种，一种叫白狄，白颜色的是吧？还有一种叫赤狄，就是红颜色的赤狄。那么这个白狄在今天河北，主要在今天河北。那么赤狄在哪儿呢？在今天山西的南部，今天这个就像这个晋东南地区是吧？春秋时候都是赤狄所在啊，赤狄所在。所以就说明这个是吧？这个狄是吧？不一定在北面是吧？在这个有的。像这个晋南什么这一带是吧？这不能说这个北面的是吧？对，那已经很难了是吧？它也叫狄，所以它这个不一定，狄不一定就也非在这个地理位置，它在这个北面不可。那么当时这个白狄也是，就主要是在今天的河北是吧？那么白狄看来这个文化也比较高是吧？而且它建立了好几个小国家，有一个叫宣舆是吧？有一个叫肥，就是肥胖的肥，还有个鼓，就敲鼓的鼓。宣舆肥鼓是吧？特别是这个宣舆，宣舆据说它是这个子姓。这个子姓呢，我们就现在就觉得这又是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商人姓他子姓，周人我们说他姬姓，是不是？那么这个商人。他是这个子姓的民族，那么这个宣舆既然是子姓，那么就说明他在血缘上至少跟商人应该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样我们想，就是这个现在来看呢，恐怕这个实际情况恐怕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白狄是吧，都是在分布在今天河北的北部这一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商人是吧，他也是他这个起家也是在这一带。在东北或者这个燕山南北这一带，这古代就是商民族的地方，所以就证明有一部分商人的本家吧，应该说到了春秋时期是吧，被这个华夏人称之为白狄的是吧，实际上就是商的后代，也就说明什么，他这个文化的比较不如那个是吧，不如商了是吧，所以他就这个被称之为狄，白狄。还有我们知道，这个商朝人，我们说古代这个民族，不同的民族对这个颜色的这个崇拜也不一样，对不对？像这个商人呢，就对这个白颜色特别这个崇尚，所以我想这个白狄可能是就是商人这个一家子，是吧？他就因为子姓，而且他也是喜欢这个白颜色，那就更说明他跟商人是一回事，是吧？那么这个。赤狄啊，这个也是分了很多部落，有这个东山皋罗氏，是吧？强皋如、陆氏、贾氏、刘虞、夺城，是吧？那么这个都在今天这个山西这个晋东南这一带啊，晋东南的。当然后来这个赤狄啊，差不多被这个晋灭掉了，因为我们知道晋就在今天这个山西这个南部晋南，是吧？所以他这个后来这个晋他向这个东面。北面发展的时候是吧，他就把这些少数民族是吧，把当这些比较这个比这个华夏这个稍微要落后一点的民族全给他这个吃掉了，是吧？还有就是夷啊，就是一般是指这个东夷叫夷，是吧？东面的叫夷，但是有时候也不一定啊，有时候也不一定。古人这个习惯，有时候把这个北面的，有时候他也叫夷，也叫夷。所以这个齐桓公的时候说，这个他的北面有很多这个夷，是因为他这个古人这个划分的不是那么非常严格的，
那么夷就是这个，主要是应该说还是在东面的叫夷，对啊。那么也确实就在春秋时期，例如说这个河北、山东，甚至更远的就是今天这个东北辽宁，辽宁的那个吕大半岛是吧？这个渤海湾这个是吧？这个在古代啊是吧？都是属于这个夷族、夷人聚居的地方。它就是沿着渤海湾一直到这个山东半岛，是吧？这一带在这个古代是吧，都是这个彝人的居住地方。我们这彝人也有一个特点是吧？这个东夷族啊，他是以这个，他们认为是吧？我们知道古人是吧，都有这个老祖宗是吧？他们这个老祖宗是什么？都不同的是吧？老祖宗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动物吧，是吧？人以外的，因为像这个东夷什么呢？他认为他们的老祖宗是鸟，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现在也称之为它是鸟图腾，就把这个鸟作为它的老祖宗的这个民族，就是东夷。我们叫商人，对吧？商人就是这个以这个鸟为它的祖先。说这个燕子，就今天这个春天飞的燕子，商人就是说燕子就是他的商人的老祖宗。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以这个鸟为这个老祖宗的这个民族，确实就是从东北一直到这个山东的这一大片一大块的土地是吧，在古代是吧，都是以这个鸟为图腾的。所以一直到后来这个满洲，我们讲满洲人以什么为图腾？满洲人以为这个喜鹊，哎，他说他的老祖宗满洲人老祖宗就喜鹊，所以这个就说明这个东夷的话都是鸟的后代，是吧？这个，在这个山东是吧？山东这个就在这个，你像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徐国，春秋时期的徐国是吧？徐国就这个东夷，东夷里面就比较强的是吧？徐啊，还有就是这个在今天这个山东，像这个山东这个曲阜这个附近是吧？他原来曲阜什么？就是这个，是这个东夷族的一个部族的一个中心地区啊。所以当时啊，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当时这个夷这个东夷是吧？有一部分东夷他居住在什么？居住在今天的淮河流域，所以呢，古人又称它为淮夷。那么这个淮夷这个分布，我们现在来看什么？它分布的很广，不光是这个淮河的旁边，甚至离这个淮河比较远的地方，它也有这个淮夷人居住。例如今天山东这个曲阜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就淮夷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地，所以后来这个西周是吧灭了商以后是吧，把这个地方分封给这个周公的儿子是吧，就是鲁国了是吧？那么鲁国实际上他。下面的这个老百姓啊，最基层的老百姓，应该说很多就是这个淮夷人，淮夷是吧？淮夷。所以我们从这个《尚书》或者这个《诗经》里面看到是吧，在西周的时期是吧，这个鲁国人是吧，他要用很大的力量跟他附近的这个淮夷做斗争，因为这个淮夷是吧，当时跟这个鲁当时就这些不同的民族，他就有不同矛盾嘛，民族矛盾。所以这个鲁国就是用这个武力要去这个压服这个淮夷，但淮夷要起来反抗啊，所以这个他们这个中间这个斗争很多。但是这个后来随着这个时间那个推移是吧，我们说到了春秋晚期的时候是吧，春秋末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什么呢？在鲁国就今天山东是吧，这个很多淮夷什么，他开始就是说跟这个鲁国人就可以说是打成一片了。他慢慢也成了这个鲁国的这个臣民了，是吧？实际上我们说，就是他这个因为这个民族在一起吧，他居住了以后，他互相影响，互相这个是吧，就融合掉了，是吧？所以后来我们就看不见这个淮夷了，这个在这个齐国的东面，就今天这个是吧？这个青岛啊，这个烟台啊这一带，就是山东半岛的这个。这一带半岛这个头上是吧？这个靠海的地方，这个地方在春秋时期是莱夷所在，莱就今天那个山东那个莱阳那个莱，为什么叫莱阳呢？因为古代这个地方就是莱夷人居住的地方，所以后来叫莱州或者莱阳。
来伊，来伊在这个东夷族里面什么，也是一支比较强大的一个民族，所以他在山东这个东南部这一带是吧？那么这个齐国，我们看见从左传来看是吧？这个齐国是吧，跟他做斗争也是很长时间。我们看这个在公元前600年的时候是吧，齐国就开始这个打这个来夷是吧，一直到后来到公元567年，公元前567年，齐国把这个来夷灭掉了，就把今天这个山东，就是这个烟台啊、青岛这一带是吧，全给齐国占领了，是吧？所以可见呢，他是花了很长时间，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来夷征服了。所以后来这个来邑就没有了，变成齐国的臣民。第四就是这个蛮。蛮呢，鉴于这个《左传》的蛮呢，主要是分布在哪儿呢？分布在这个楚国的这个南面或者是西南一带。那么这个蛮呢，在这个古代，在当时来讲，在春秋时期，应该说它不是。就是说他这个种人群的组织啊比较小，不像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是吧，这个戎狄是吧，由于他人数大概比较多，所以他能够组成一个是吧，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大的部落是吧，那么呢他占有一个土地也比较大，所以他比较强比较厉害。那么这个蛮不是这样的，蛮他大概很分散，几百人、几千人什么，在一个据点是吧？所以这样他就很多，所以这样相对而言是吧？我们说这种民族他比较就弱，他占有弱势，因为他很分散是吧？他不能够连接为一个大的一个是吧？一个群体是吧？所以他一般的，所以我们看那个古商讲这个蛮的时候都讲什么？讲这个群蛮是吧？讲这个群蛮。就证明他不是一个统一体，他很分散群字。跟这个蛮接近的还有一个少数民族叫什么，叫蒲。就三点水一个这个蒲人的蒲是吧，蒲大约这个分布的地区啊，我们现在估计啊，在这个云南的这个是吧，它的东部啊、贵州啊、四川啊，这一带都有。这个民族跟这个蛮一样，它也是很分散，也是比较弱小啊，是吧？所以当时就称之为什么？称之为百蒲。一说起来啊，这个蒲人怎么百蒲？那就证明这个蒲它这个很分散，很分散，所以上百的是吧？不同的一个部族，那么说明它也是比较弱小，是吧？很分散的。那么春秋时期是吧，在中原地区或者是长江中游一带是吧，还有跟华夏族并存的还有其他一些民族是吧。那么这些民族是吧，有些民族是吧，他不少民族在当时来讲是吧，他这个礼俗是吧，就是说他的风俗习惯，他的这个用的这个礼仪是吧，甚至于他穿的服装，甚至他的语言说话都是跟这个华夏不一样，这个是有区别，是吧？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民族这个区分里面也很重要的嘛，这个语言，对不对？你如果两个民族的语言都是一样的话，这个有时候它就很容易就融合在变成一个民族，如果他语言不同，世世代代语言都不同了，他这个。我们说他就这个民族这个界限就比较明显是吧，那么在这个当时来讲，在春秋时期是吧，我们说他这种这个界限很明显，有的他就是语言都不同，风俗也不同，穿的衣服也不一样是吧，所以当时讲这个左衽嘛是吧，我们说这个古人穿这个衣服这样子往一边的把它盖上是吧，他这个华夏人穿的时候右衽，把衣服往右边这边过来，那个戎狄他正相反，把这个衣服这面就往左边这么搭上，这叫左衽嘛，是吧？所以他不一样，语言也不一样，是吧？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当时恐怕这个他的社会组织是吧也不一样啊，有的可能我们说他已经可能进入国家了，是吧？进入这个是吧？这个文明了。有的可能他还没有，
比较多的什么呢？他大概处于就快要进入这个文明了，是吧？但是他还是这个比较原始的一个，还有一种这个原始社会的一种这个是吧？这个残余比较多吧，是吧？是这样一种情况。总的来说，它就是要比这个中原的华夏，它要稍微要落后一点，是吧？它有的它甚至还没进入国家嘛，对吧？或者刚在这个国家这个边缘上，是吧？但是呢，经过了一二百年之后，是吧？那么各个民族就是属于，因为它当时是吧，特别是中原这一带是吧？我们说各个民族什么都这个姹花相居吧，是吧？都住在一起的吧，对。他们当时中间有距离，他们离开的也不是很远，所以互相之间什么，他这种我们说这个关系是吧，那就很密切是吧，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是吧。所以呢，经过这个一二百年以后什么，他很多文化方面什么，他就产生了这个区域性，就向着同一个方向那个发展，也就是说这个什么。各个民族之间是吧，他自己这个民族的这个特点越来越少，对吧？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融合，所以他们这个差别就减少了。所以到了这个春秋时期，我们看到这个在中原地区是吧，还有这个华夏以外有那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戎狄是吧，蛮夷。可是我们看到了战国时期，我们下面要说的战国，到了战国时期，我们看中原来讲有没有，没有了。那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它都融合了，都变成了什么？都变成了华夏了。它没有对，在这个在今天河南什么山东河北，你根本找不出来了，是吧？当然还有它在离开就中原比较远的地方，例如说今天那个什么内蒙啊、东北啊、甘肃什么那带有，可在中原没有了，这都是华夏人的天下了，就说明这个融合了。也统一起来了，慢慢的可能是吧，所以我们说这个也是说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这样，是吧？同时这个也说明这个历史的一个进步。我们看这个春秋时期，那这个中国这个地图上那个到处这个都是分散的许许多多的这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这个什么这个政治集体是吧？哎，到了战国时期没有了，都变成这个华夏了，都变成。所以我们说这是个历史的一大进步。